今天呢要做的这道菜，其实是我个人觉得，早餐也好，夏天也好，非常开胃的一道菜哦。那闽南话叫做喜拉，那中文叫做腌黄金鲜哦。那做法很简单，现在目前这边有姜哦，我姜就稍微把它切成片，把它放进来，然后辣椒，如果你喜欢辣的话，可以多放一点，放进来，蒜头。洗过之后它带皮也无所谓，因为你没有要吃蒜头这件东西，哦，把它拍一拍，拍完之后放进来，我大概放了大概七八颗蒜。那接下来做法又更简单了，拿一个杯子，那我的比例其实大家都常常听我在说，就是3:1哦。那首先来，我们把酱油倒进来，如果以中间这条为主的话，然后是一杯。两杯，好，三杯，酱油3，然后味淋2，清酒1，来，味淋是2，然后清酒没有，用米酒没关系，1，好，把它放进来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要腌咸的酱汁，比较特殊的是这个。这个是黄金鲜，那我买来的时候是新鲜的，我把它放去冷冻，冻了一个晚上。哦，那为什么要冷冻呢？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在做鲜的时候会习惯性说，有人听人家讲过稍微烫10秒啦，或者在这个地方铺好冲水进去啦。那其实冷冻再解冻，当解冻在4°C 的时候，它的水分子是会胀大的。那一旦水分子胀大之后，它里面的细菌就会因为胀大所以会死掉，所以你不太需要担心这些。洗干净拿去冰，冰完之后你就可以把它放进来了。啊，放进来之后铺好，你把它盖起来，好，这样子，然后你大概放个一个钟头之后，因为它的鲜会解冻，解冻稍微有点开，开了之后呢，它就会吸里面的酱汁，吸饱了之后你吃的时候它就非常好吃了。接下来就是放冷藏咯。我们大概只冰了半个小时了，但其实我会建议大概最起码冰到一个小时哦。那你把它打开来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有一些的，像这个就会有点开了。那你放差不多一个钟的时候，它就会比较明显一点。先给大家看，因为今天要拍，我们就早点先拿出来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简单的跟大家分享的喜拉，或者叫做酱腌黄金鲜。